我这次的打法就是全都不挣钱。这个多少钱？158是全网低价，就是要赢。对，但是我不亏钱，我是公平竞争。我可以给你看我的预算表，我们还是挣钱的，只不过我们不是以挣钱为目的，就是让赛道心智打出去，所以我才会有吃的、有用的、有喝的这样，还有就是主打开学的东西，39.9。哇，你们真的好会，我的天！我先下个单吧。怎么办？好纠结、啊。那我在外面等。啊？不给个答复，我就别想出去，是不是？我就先放在这儿。行，好好好，好，你先放这儿。拜拜。10分钟之后见。拜拜。